亲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围棋 TV。 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讲解是来自未来的棋局。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啊，这位是DeepMind 的围棋大使，也是欧洲围棋冠军樊辉老师。大家好，又来了老朋友了，现在是另外一位是这个我们中国现役的这个名人天元连笑九段，双冠王。双冠王啊，大家好。这双冠的其实分量是非常重的，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挑战制的头衔啊，现在都在我们笑笑的手中啊，是最新的。对，最新的啊。那这个说到我们现在讲解的这个系列吧，笑笑可能也有一些感触啊，在之前的峰会乌镇峰会上，这个笑笑和 AlphaGo 配对协同作战，跟我们的谷歌和 AlphaGo 这一对组合进行了一盘对局这盘棋我印象其实还是挺深的，因为第一个是首次有这么样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和 AlphaGo 合作非常新颖，而棋局的内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好像你们从一开始就是陷入个挺不利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大多数的时间都处于一个追赶的角色，最后是好像是谷歌犯了一个是局部战斗的一个错误，应该先交换也没赚到，对，然后你们靠着他的那个细微的一个失误逆转了，我也想请你谈谈有什么感受。对，当时下的时候就是想跟他配对想怎么去思考他的想法吧，但是开始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可能还是想走自己的路。对对，我想是不是往我这边拉一拉试一试主要是可能开始局我就没下好那前面在这个有一个讲战斗。对对，我主要是搬完之后我就想那棋是不是我可以挡完，我可以立啊，其实马上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那棋肯定是我这棋不利，会不会挡完利，就感觉明显出错，之后他加一下把我拉回去，但是我又在想加是不是跟这里面有点关系，之后加完那我就感觉这棋应该是不太行了感觉亏的好像有点多。但是后来我看你们也是很就是说也是很稳住脚步，一点点追赶，那棋也是很有意思，一直也算是比较焦灼对，好像差距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对对对是谷歌那个打入是不是亏得特别多？还好，那个就是说他觉得他要他下的话下在五路那个点啊，但是那个我想那个不是以这盘棋后来黑棋的败因啊我是说这个虽然说可能形势黑棋会就是跟古力那个配对赛那盘棋形势可能是他们会稍好一点，但是虽然你们形势不太好但是你们一直有用这种追赶的心态下这盘棋从头到尾这棋就绷得很紧你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他们呢因为形势相对优势，这个不管是从心态方面还是从技术上方面都有可能会有松懈的时候，一旦被人抓住机会一反身可能这局就结束了对，你们就是等到了这个机会。对，也就是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我的一些这个学生还是朋友说他们认为在开局阶段稍微亏一点形势稍微差一点在战略战术上面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对手稍微好一点了我这个从追赶的心态这棋下就比较紧优势之后呢我总有一种觉得就是总想稳住阵脚把自己之前的优势保持住慢慢就会下得缓一些反而会输这盘棋，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想法啊。对，也是一个战术，对，可以算是人类这个棋友这一个战术了明白明白。那我们说回这个我们讲解的这个棋前几盘棋呢我的感觉非常精彩，但是呢可能有一些爱好者棋友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对，这个不够刺激，是虽然说也都是每盘都会很激烈的战斗，但是没有那种超乎想象的，对对对。而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连笑笑笑，他又是以力量战斗著称，战斗力非常十足。那我不知道今天樊老师带来这盘棋有没有这盘棋我想他要敢说自己
不是最复杂的、嗯、可能很少有棋谱敢说比它更复杂了啊。这个棋谱这盘棋实在是非常战斗非常非常的混乱，嗯，可以说从头战斗到尾，然后各种各样的转换是从不间断，在很多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就开始转换了。嗯，这个棋是非常有意思，至少我第一遍摆我是完全没有看懂。那这样，听了樊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可能很多棋友们已经开始期待了。咱们抓紧时间摆棋。嗯，好。又是北番棋的特点，不用介绍黑白。嗯、是。错小目对二连星。对。一个密度了，他是不是很少下这种比平常的布局呢？你指的是什么布局？就是像跟就跟我们棋手下的差不多，就是通用的布局。他下的也布局，上次在峰会期间，嗯，跟柯洁的两盘，他是指两盘黑棋嘛？对，他也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布局。第一个布局是小目三三，小目三三，另外一个是那个就是小型的迷你中国流嘛，对，这个，对、嗯、对，它布局有时候也会变化，多样性一些，它、嗯、也是什么都下，基本上，对，也说明就是在布局阶段，我们可以选择的还是很多，对，没有太明显的好坏之分，是，并不是说有一个布局就明显优于其他的，嗯、这倒是没有。之前咱们摆的每盘棋基本上都是一遇到小飞挂，它都是秒黑棋小飞了，秒飞。这盘棋它倒是又改变了一下风格。哎、黑棋杀一个加二针高加，这可能也是不常见。是我们一度可能都以为这个是不是别人小飞挂这个小目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这个飞了？对，加是不是就真的要被淘汰了？哎。也有加的时候，其实也有加，他觉得都差不多。就有时候呢，他可能飞的机会多一些，嗯、但是有些时候他还是会选择加的、嗯，可能也是跟配置有些关系。明白。挂角，这个挂角，真，嗯，笑笑来说两句。正常是很难想啊，毕竟是被别人已经先来个三年加，他又进去了。就是人家已经等在这儿了，对，然后你进去，看上去挺有意思的。这个战术比较特殊一些。嗯，上次咱们白盘棋好像是黑棋飞这个的，对，然后白棋也是挂这个的，嗯，然后是黑棋飞起来。啊，白棋那盘有一盘是高挂的，高挂，嗯，对对，黑的飞起来飞这个，然后白棋是拆过来，白棋拆在这个位置。对，那这盘棋因为是黑棋加的，嗯，那白棋就低挂了，低挂了，有必然性吗？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是吧？对，这说不清楚。嗯，好吧。那实战的话，白棋小飞挂，这是黑棋技术的招牌下法了。嗯，飞一个，飞一个。这个棋飞一个，那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说，别人在这个我已经加对你加住的地方，你挂进来是很容易想到这个尖顶。嗯，是不是笑笑？对。都喜欢先顶一下，心里期待着白棋长，嗯，然后再飞，再飞，先把白棋走中，然后现在我这个加的位置又绝好，脚实底很实惠啊、嗯，是。那如果我尖顶的话，阿老师会让我如愿吗？应该不会。他预计的话，黑棋尖顶，白棋会先飞过来。啊、哦，还是这边这个变化，压一个，然后一长。嗯，这个比较有意思，局部他认为这黑是小飞好，咱们一会儿可能还会说到这个，因为实战还会有、嗯。然后呢，这边他是飞一个，飞，对，这个团住，然后再靠。哦，这样说，这个形状我看着有点眼熟，笑笑你有没有印象啊？对，我看他的阿老师六十盘跟我们下的时候，也是经常记出这个。对，我知道是跟陈耀烨有一盘是吧？啊，对对对，那盘是很类似，是当然是黑棋这边是这个中国流、跟柯洁也是，跟柯洁也是，跟柯洁下过、对对对，招牌招牌，嗯，他总是这一飞一靠，对自己也是、对，这样的话，黑棋正常可能会搬这边是吧？嗯，哦，他是这意思吗？天上搬，天上搬的、然后我看到的变化有黑棋接上，然后白棋接上，
黑棋是不是要跳回来？先跳，把棋子走在外面，这还是一个挺漂亮的一个构思。总觉得好像黑棋都比较瘪，每个子说除了子位是四五之外，其他都好像比较低。嗯，那笑笑觉得这个变化怎么样？这个变化。不清楚，显然是觉得黑棋也就是未必不能下，也未必不好，是是是啊，也未必不好。所以黑棋还是，比如说就再换水棋再冲嘛，嗯，还是目数挺扎实。对，其实作为阿尔法狗来说，也是布局段很多下吧，对，在他的判断说，嗯，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可能更倾向于某些下法，比如说他可能更倾向于中间的一些潜力啊和变化，嗯、所以他双方都会更倾向于外面的走法。嗯，就是。嗯，但是这样的招法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没错没错。所以我记得当时，耀烨他在这个跟Master 当时下完之后，他自己也进行了一些总结，他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构型之下，白棋当白挂角，他觉得这个黑棋没飞，单飞还是不错的，是比较有可能是优于这个尖顶的，这是他的总结。那这盘棋我们就见到了黑棋单飞，黑棋确实印证了他这个总结。好，实战黑棋飞，然后不管怎么样，白棋还是选择了飞呀。嗯，黑棋爬，白棋长。就像刚才提到的，这地方黑棋是小飞了一个。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这个确实我小时候学棋没有见过，这小时怎么飞到二路？好端端的就跑到二路去了。对，这个。如果跳，跳也是我们一般对平常下更常见的下法吧。那如果跳的话，笑笑你觉得黑棋担心什么？啊，通常棋手一般在这边都是拖。啊，这个定式是怎么下的？白棋黑棋是要贴起来吗？黑棋贴起来。嗯，白棋是贴贴。嗯，黑棋跳一个。然后。但是最近我已经很久没有下过这个了。嗯，冲完算断一下力，有点有点不好抉择啊。比如说 V 一个吧。啊，这样的话就是白棋把角地取得，但有点扁，有点慢。对，就感觉有点慢。嗯、这里面的区别呢，就是在于，黑棋跳的时候白棋可以拖，飞的时候是不能拖的。对。这个为什么呢？黑棋是不是如果这时候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黑棋冲，哦，有一个冲断，对，黑棋现在不能吃在这里，被吃死了。吃在这的话，这个就被白棋四个被白棋打死了，就是黑的只能接，然后白棋整死，对，这个肯定是白棋很满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可能笑笑所说的，跳担心白棋拖，那如果是飞的时候，白棋这个拖好像就不成立了。啊，黑棋可以冲了，再冲。嗯，这样白棋这边没有手段了。对，脚里是白死了。对，这个听笑笑这么一讲，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对，所以这棋为什么说是跳是怕靠是吧？嗯，至少。有，请注意啊！笑笑前面说的是很多棋手是怕这个拖三三，哦、可能笑笑 不是所有棋手。对，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布局，我从原先就说布局都是随便下啊。对，我就很早胜负不在前面。对，我一直觉得胜负就不在前面，就跟力战棋手的心得都是这样。对，杀起来就看不清了。对，根本都是到后面，胜负必有一角在后面啊。嗯，对，就是、开始都是浮云。嗯。那樊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阿尔法狗，他如果跳，他的担心是什么？他担心黑棋如果跳的话，白棋就简单的往前推啊，他不会靠三三，然后呢，黑棋长，白棋继续压，继续压，对，他认为黑棋呢还是应该长，白棋继续压，黑棋依然长，哇，这时候白棋打入进来。这个变化我们爱好者这么看上去还是挺直观的，嗯，就是如果你跳的话就要被白棋连压三下，
就你被迫四股和三股的交换，对啊，这个我们看黑棋虽然长了很多个，但是目数并不多，而白棋这个上面贴成五个子连在一起，好像还是很厚实。然后攻击过来之后，这个子的黑棋可能离后势稍微近了一点。嗯嗯。但是黑棋是只有这样被白棋压迫吗？我难道没有中间我不能搬起来吗？来就是白棋压第二下的时候。就我小时候学习也是搬这个定式，啊，就总觉得这不是要搬的吗？嗯，搬的话白棋也就是简单的一搬。啊，白棋并不是冲完断这个反击，他就是搬。然后黑棋一般是要连搬嘛，这地方。嗯。这时候白棋冲。断，然后就很朴实的一扛，这个我们见过，对，啊，这个是我们的定式，也是个定式，唱起来。他觉得这个是这个变化，白棋还优于刚才那个变化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黑棋虽然头是好像扬起来了一些。但是这个脚上三三被拖了一下，他在这个交换，白棋便宜的非常的多。我也是觉得这个，这要是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就是这个脚不是棋，还不如刚才那个单退。对，因为我前段时间跟范廷玉在有个网上比赛，嗯，我就是加在打的，他压我，然后我就一路长，嗯，但是可能对我们棋手来说，这个其实走在外面并不是很好把控，嗯，就是有后势。不知道该如何发，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难办，嗯，所以跟他的还是有些出入。而这个子离得更近了，现在对更近应该对于白棋来说更有利。对，那这个就我们以前学的定式啊，就是说这个拖有的时候是担心拖不到的。嗯，你指的是外面打吃是吧？黑棋啊，对，嗯，天上打。但是不是这边有什么黑子的事情啊？黑子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角上黑棋的，那黑棋可能是这样选择。对，你要打。如果是白棋的话。那这个他就是吃这个他的结论是，嗯，他认为黑棋非常的不好，黑棋非常不好，对，啊，有别于平常说的稍差，这是非常不好。我们甚至樊老师说的非常的不好，嗯，就是也就是阿老师他的感觉非常不好。白棋非常乐观，这个在这个局面上，嗯，这个阿老师如果说某一方非常不好，我就建议我们棋友们这个不能再下，轻易绝对是不能再下了，啊，慎重慎重慎重，明白了。那就是跳，其实是怕白棋这个没压，对啊，嗯，可能也是跟场合有关系。嗯，先是白棋的心，浙江这边加的也比较近，嗯，他为了不给过多借用，选择了飞。我明白了。你飞的另外一特点就是，反正好像白棋局部也没有什么后续手段了，也不知道该下什么。对，因为你好像走什么都借不着力，嗯，不像这个是可以借力的一阵压。这白棋走在哪儿，好像。对黑棋都可以不理你，是，嗯，然后实战的棋子打飞里，二路的对决，对，你二路飞一个，那我也二路飞一个，礼尚往来啊，这个飞的感觉很独特，对，这一般不会往这想，我第一感就是这边什么弄弄你或者跳一跳，简单一点，对，这个大跳一个，嗯，或者飞可能有点过分，是不是？飞黑的可能要冲断，对，感觉要被冲断了。大跳一个，大跳一个是第一个。大跳一个是不是他有可能会担心黑的这个飞点？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没有看，没有看。嗯，但是过多震惊于他这个大飞了。啊，我看后面那个，比如说黑棋如果什么三路尖啊之类的，会下什么下法？就这个跳可能是我们觉得比较正常的这个，我想对他们也都差不多，也差不多。嗯，他我怀疑想飞这个可能也是跟这个黑棋这边是不是这个飞有关系，嗯，就将这边的黑棋子效尽量压缩一下。 嗯，但是我想问，如果黑的就这么硬，白棋这个便宜吗？你二路跟我三路交换，你如果再爬我就再退。这就是当时我也有这想法，有这个，因为这个尖是一般的，就像其实都会想到，这尖一个，嗯，不是好像二路跟三路交换一个是不是就亏，嗯，然后他阿尔法狗摆了下边棋之后，我就不敢再问下去了。这不是这个吗？哎呦啊，这个，哎呦，确实厉害啊！这高手就是高手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我只是看过他有这招，啊，就是，啊，这一招是在五十盘棋里面是有出现过的。他就要靠这个，感觉这个棋形差不多。他可能也就是一个连贯套路。这个确实，嗯，先下后上。对，嗯，看着
很华丽，我觉得就是很华丽。那怎么这个戏一摆，我就觉得这只能是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只可意会了，接下来就太复杂了。白棋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下面先让你缩一下，然后再从上面压迫。那比如说黑棋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反抗手段，哎，如果只能退，白的再爬。这就可以啊，就这样，一会儿再拖个虎一下。黑的这棋如果是八字，他是走什么呀？帮他打了，意会了一下。搬，我猜啊，白的可能是反搬啊，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那可能是这个，这回头还得再去问问、啊，再问问、啊，就是可能还是就是想压迫黑棋、啊。是啊，对，还有一半。搬黑的也不是特别好，好是。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个方向啊、嗯、对，肯定是反的，把这个方向里面压迫白黑棋嘛、嗯、就是这个思路，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黑觉得这个尖有可能被白棋利用的原因吧。嗯，我不得不说笑笑的棋感确实很好、啊、就算见过这一招，但是立刻能想到也确实不容易。那显然黑棋并没有下这步，对，他实在选择是攻击白棋。嗯，瞄着这个断点，然后黑棋白棋呢从这边飞出来这个地方不怕被人家拐断，在阿尔法对自我对战里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嗯。你说双方都是你来我往，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嗯、经常是这样。然后黑棋将白棋冲断了啊，冲断之后呢，他又不是说是不要这两个子了，嗯，白棋继续骚扰，继续骚扰，对啊，就是飞我是不太可能能想得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正常感觉是不是要跑的话，就尖会儿跳，对对，要不然就啊不是也忘记了。是嗯，这个飞是要跑这两个字呢，我如果就是比如说我笨一点我靠出来，所以说就是骚扰嘛，骚扰靠一个他就一飞啊，如此简单，这就骚扰到了，就觉得就是说如果很轻，对，如果直接走这儿，比如说阿老师风格会不会给你来这个就不得而知，至少不会再有这种靠的可能性，这样有可能就是要求大吃这两个字、现在有个这样交换，黑棋好像反而有点别扭，希望把两子变成鸡肋的感觉吧。对对对，就白棋其实将来还是有跑的可能性、嗯、黑棋吃起来也不舒服，并不怕黑棋靠，不怕。对，黑棋实战又下了一个比较华丽的棋形，天上飞了一个，这就是摆造型吗？它可以是远远的对焦一种这个攻势，如果你再不走三两个子，可能就有没有什么大攻之类的啊。明白，好像现在就是说白棋呢这边三个子有点就是形状有点薄，那这边的形状是不是也不太好？嗯，如果白棋补这边的话，黑棋就有可能从外面，有可能外就外面远攻，从外面、嗯、要求大吃这几个字，对，这个不要气起来就比较需要魄力、嗯、而实战呢白棋就贴回来了，这肯定是这个飞的这个连、嗯、后续手段，你不吃我就跑，对，然后这个棋形本身也比较舒服。嗯，啊，白棋好像这样跑，这样两手棋走的效果会比较好啊、很厚实，如果是连在几乎连摆两个，那这可能是最、嗯、就是可能相对于比如说小跳一个、比如说比这两手棋会感觉要更好一些，感觉厚一些、啊、对，毕竟黑棋二路爬了一个，对，而且这个拐还是有先手味道。 嗯， 嗯，接着黑棋实战靠下来，那既然你没有应我，这边我就要做出一些惩罚。嗯，这个靠看上去还是很严厉啊，这个我们眼见的是白棋冲是吧，对，这样就加死加白棋接，这样两个好像就死进去了、嗯、对，这就太大了，看太大了，这个太大，确实这个肯定是无法接受的，不能冲，我就是有没有这个顶的可能性呢？那顶黑棋只能往外冲了吧，应该嗯，白棋断，对，这样会怎么样吗？这样是不是先算会儿？那就算会儿，感觉、嗯、我不知道是打了吃还是单拐。
你，樊老师，你要心中有正标准答案的话，这个不也不算标准答案，啊、就是我当时也好奇这个顶是什么变化啊，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啊。阿尔法狗觉得这期单拐他应该会选单拐的变化啊，这样的话白棋是打是这个，然后黑棋长白棋冲对，但是黑棋有一个巧计，首先是反冲一下，啊、这边会让白棋麻一下。反冲，白棋有点难过。对，所以白棋只能是先卖一个这边打士，对对对，先卖一下。黑棋粘，然后白棋这样再倒回来，等于进行了一个转换。黑棋好像是多送了一个，但其实是逼迫白棋在这打一下。大概黑棋这边，永远的是这一拆一，拆一，是拆一。笑笑总觉得是，对对对对我总觉得拆一这个。我马上就做了虎给你做个结他总是喜欢拆一的、啊、他不怕打结主要就感觉做个结好像这棋的，但是从黑棋来说能够吃成这个这样的一个势他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还是比较满意、啊、当然双方也是差不多这个局面，嗯，就是这三个子弃掉了，然后黑棋都走在外面就转了一个方向，嗯，叫我可能马上就来做结那边是不是走一走拐一拐一个拐确实挺大的，脚还被压迫一下，大大姐。所以实战的话，白棋没有直接顶出来，他先做了一个交换。白棋先在这里靠了一下，靠一个像是手筋。那黑棋这时候挡住，嗯，让白棋冲回来，再冲。嗯，这个时候白棋应该是不能顶的。顶的话好像被黑棋冲，白棋就没有应手，这我也刚才想了一下，这白棋只能冲。对、嗯、这时候黑棋在加，我刚才在看白的靠黑的，如果冲冲是吧，那好像不太行，冲白棋好像可以挡住吧，对、嗯、这样黑棋再打白棋可以、嗯、白棋可以打，这个黑棋风险很大，对，这样会被白棋从这边打出来，这样是黑的小局了是吧，黑的对好像被白棋气死，这是不是就处吧，哦，争子不利是吧，不是争子不利，我这打粘啊，是不是不见得便宜，对，不见得便宜啊，就冲，这样黑的只能是把它拐一下，这是搬好还是粘好不知道，粘一个后手，你走哪都好，我也不知道。就这样的话，哦，这样的就转换，好像黑棋小局了是吧？对，可能是，像是有些这个道理，有点道理。白棋这下可以先不走，嗯，这单转，嗯，明白了。就是靠的时候，黑棋也没什么办法。所以白棋这时候冲，黑棋加，白棋粘，嗯，黑棋冲吃，白棋尖过，冲一路都过了。哦，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作为白棋来说，把这两个和这边算是连接上。嗯，但是也付出一些代价，就是让黑棋提了以后，黑棋变得很厚，双方各有所得。对，紧接着这些黑棋在二路一跳，不仅是局部拿了很多目数，嗯，也威胁到白棋的眼位。嗯，但我感觉这棋应该白的还可以，我觉得。你觉得？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串所得有限。所得有限。嗯，那白棋毕竟是两边都走到了。对，他还认为差不多。差不多，还是在布阶段很少有在这么少数的时候就觉得有一方优势，嗯，很少。白棋拆二，一挡住，对，白棋一立，这块棋安定，黑棋一拐，嗯，白棋是不是不需要走了？嗯，局部他不走了，走了，天上跳，这个跳。是不是感觉上效率会更高一些，就是相对于这种它同样是加强这几个子，对，
他会不会感觉比这个拐啊或者是手啊，如果真是有风格的话，阿尔法狗经常会下这种棋，就是在双方都有后势的时候，嗯，他总是很注重双方后势的消长。啊，那走在这个位置的话，他可能就会往在中间，就是往这带会下，比如说这带下法之类的，压迫下白棋。嗯嗯，这样看上去后面这只士来说就会差一些，尤其他又比较喜欢下五路，这种五路他应该会经常会想一想的。这是六路吧？哦，对，六路了。嗯，这确实从全局的我们看，对，尤其是从这个下边，黑棋整体的这个形式感官来看，好像这个黑棋站到这个点和白棋站到这个点区别是很大的。嗯，这段黑棋就是。想想有点，啊，但是这个不太一样，这个也不能再往下讲了，挡到了，拐到了，毕竟不太一样。对，这好像也而且确实只能这个挡基本上是个先手啊，后包已经跟还不一样，这有种拿住木子感觉。嗯，来起，请笑。一般我们觉得，在下棋的时候，下到这个时候，感觉已经是布局阶段快结束了，嗯，慢慢进入中盘了。嗯，对于这盘棋来说，这个也只仅仅是布局的一个初始阶段，距离中盘还比较遥远，还没上路呢。啊，还早。嗯，先哦，对不起，先搬了一下，搬就交换了几个，接上。叫坐骑，和黑的这两下也挺舒服的。来了，还赢，再挡一把。这个挡再便宜一点，甚至这个虎也是先手。如果就是外围完全封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话，好像这个子活动的空间就不是特别大了，就只能在这撒扰，便宜点官子。对，但其实也没什么办法，这个退啊，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他是不能忍受什么呢？我局部不走。不能忍受整块就死了。对。跳。啊，这个跳像是一个要点。天王山，这个是。就我如果骑车啊，我这个觉得把这块空了，把它守住，难道不大吗？守住的话，他会跳吗？他倒是不会跳，但是他的方向，他的下法，因为我当时也看了，就是，我不跳，我这飞一个，要我来说的话，我就这个了。他会靠一个，他方向还是这方向，只不过他可能是更追求的效率更高一些。好吧，还是想把白黑棋往这边压，因为毕竟我这个活了嘛。嗯，这两步棋一下，顿时觉得黑棋这步棋好像有点问题了。是，嗯，黑棋好像全盘说这脚就。所有的子力都集中在这边，这好像如果他就张开了，白棋是不是只在一跳？他可能他白一个，我这感觉好白的一大片，这个对，这个确实黑棋看上去这一块啊围的挺舒服，但是在纵观全局，对，拿这个跟这个比一下，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就。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了，这个确实。唯一眼线的虽然是还是不小的一步棋，但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个跳更生动一些。其实，嗯，毕竟他这棋对后薄的敏感度很强，嗯，这跳完之后，可能对白这边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是，这样一白棋，刺，粘。飞，继续压迫黑棋，压迫黑棋。但我们就一般就不会往这继续想了，但就脱先了，或者对，啊，但他好像特别喜欢继续压迫。这个有点像跟柯洁那个，对，第三盘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后面等于是，顶到那边对吧？黑的他，对，飞的是继续飞，对，就一般很多时候这个局部，白棋飞到这儿，我们就觉得告一段落啊。
那尤其当时觉得这边白棋点着黑棋还是挺着急的地方，对，他继续飞，他继续飞，这边完全那边谁先动谁先亏。嗯，我记得当时聂老对黑棋这一串的下法是大加赞赏。哦，就是他说当时面对白棋的这个二步点，那个局部怎么走都不见得合适，对，怎么走都不行的，就是有的人能够想得到脱线，但是脱线完之后继续不走，尤其是这步飞，聂老就是这个可能我们的棋手很少能够下出这样的棋，希望这以后这种棋能够多借鉴一下。嗯，那这棋也是白棋接着飞，而黑棋这边应该不能再硬了吧？不能，硬的话一顶一扳是吧？对对对，所以实战黑棋，好，反击，这个也就是至少眼见的白棋是挡不下去，挡黑棋可以冲断。嗯，想不起来，我拐的，对，其实这比较大，是不是因为这盘棋就是太宏观了，步数太多，而且它这个转换啊，这个变化实在有点多，所以有些地方刺激我的时候记不清楚。就是这时候去拐一个，也挺想，绝对是没想到，可能想只会往在这一带正在战斗就跑到这个地方，这个拐就是无疑是就加强这一块。对对对，他觉得那边即便让黑棋先动。白棋也不担心，对，也是一种猜测，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既然拐了，应该是觉得这边问题不大吧，问题不大。而实战黑棋也没有直接去攻击白棋，嗯，可那是担心直接攻击效果不见得会很好。嗯，实战选的是切成这里，啊，就是迂回的攻击，对，就是这种包抄。嗯嗯，大规模作战，大规模。淡淡的攻击，这样的话得跟包围圈慢慢形成。嗯，他就是可能是期待白棋，比如说如果逃跑，黑棋是不是就把这个拐下去了？嗯，这本身黑棋每步棋走的都很有价值。是，他其实还是希望白棋往中间下一些没有价值的棋。而且白棋这并不是走了一步棋，这块棋就完全的安定了。嗯，包括昨天咱们就是看那个，那盘棋，嗯，就是石月老师摆那盘棋也是，嗯，遇到这种孤棋的时候，嗯，这种自己单方面的跑，嗯，经常就会没有价值。阿尔法我经常会选择这种，就是以攻为守的下法。嗯，这盘棋可能也有点类似的下法概念啊。棋靠，很有意思，是不是？这下有点吗？哦，对，不好意思，哈，嗯，先点一下，然后靠，从这个地方出手。也是为了给黑棋压迫，然后把自己这些棋可能做得好一些，就是告诉黑棋，你不要把你这些所有的棋子都当成后事。对，其实你是也有一些缺陷的。嗯，是这样的。这个搬，如果黑的搬这个白棋是走什么的？夏夏提问了。这个我当然也看了，要搬我挺担心的，因为战斗这搞不清楚。他倒是挺简单的。他不会现在就。煎这个啊，煎一个就简单应对，好像这个目的性很强，对，就是你要长的话就冲过来了啊，那肯定，对，如果你是挡的话可以断，嗯，来就接一针，嗯，可以就也瞄这个黑线，只有长，只有长，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煎一下就是把这个冲，把这个冲断防住啊！他觉得这个黑棋战斗起来是比较有压力，比较难下，应该后面还比较复杂，可能还要战斗且战斗。但是他觉得这战斗相对会，因可能白棋会比较轻灵活一些吧，应该。嗯，就白棋这几个子不是说本来就是黑棋的控嘛，白棋也不是不能死。嗯，那黑棋要想活的话，局部得至少得走这个交换，是吧？也看不清，其实也看不清，也比较复杂，说实话。但是能理解白棋的这个意图。啊，对。对，实战的话就是翻这个的，然后白棋顶，白棋粘，白棋断。啊，把黑棋断开。黑棋长，白棋跳。从断处上，
总算是找到了一形状，找到头绪了，好像白棋。可能因为这个段加上这种味道，脚上也不完全是死棋了，可能还有点味道了，至少。嗯。黑棋这边冲，断掉。嗯。这个首先，这个脚上是不是白棋应该还是残留一些味道？嗯。嗯，好像不管是飞还是拖，可能都是有点味道。想想，这个直接啊，就没贴这下的，他下面贴了。现在应该是有点味道。嗯，实战他是下面贴和这交换了一下，先贴的还是？好像还之后贴的吧。这实在是并不大。我还啊，之后贴的。之后贴的，嗯，而且其实好像是。出门段没有直接贴是吧？嗯，对，就白棋现在脚上肯定是留有一些味道，肯定很。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白棋由于白这个贴着先手，将来从这里是不是飞出来，也还是有可能的。对，嗯，就黑棋并不是说自己这块棋就非常的厚了啊，但是白棋其实也是就是有可能，因为毕竟黑棋在这个地方已经得了一手棋了。如果要全都送进去，没有利用好这里面的味道的话，这目是亏得够多的。对对，所以说现在白棋也是考虑怎么去用这两个字，还有这个被断掉的这个字。嗯，第一个用法就是接点，这个就是想先便宜黑棋这个，看看黑棋怎么应。嗯，黑棋正常就立下，正常立下对吧？如果能顶到，他是觉得很便宜的。所以他顶的时候呢，黑棋搬一个。搬一个应该是要抢先手吧，对，正常就硬一个，他就是攻过来。对，嗯，也不见得硬一个黑的应该是不是就打掉了，那应该打掉了。打掉之后呢，看看他还是准备挂个脚，依然是迂回迂回，先把在这边展开这个战场，将来那块棋伺机再说再说。 也是我们能理解，就反正招法一下出来，大概能明白他的意思。主要是实战黑棋搬的时候，白棋的下部棋比较让人感到震惊，主要是，嗯，他搬了他不愿意忍受这个，所以他下了一个很天马行空的靠。这步棋也是有视觉冲击的这个效果啊。第一感觉得棋形挺特殊的，嗯，这个靠。好像是不是在利用黑棋的气紧，感觉是跟气紧是有关系吧。嗯，这一带黑的好硬吗？嗯，我如果我不知道从哪儿，我先试一步。那他肯定就是因为这个长啊，这样黑棋好像还只有接，我觉得还是只有接。这样的话白棋再打回来，这一串子交换应该是不亏吧，白棋。白棋应该是便宜的，好像让黑棋这个，现在这个打拔还是很难受，嗯，还是有限制的。打拔很大，好大。啊，这等于上面多了好几个，多了好几个这几天。那这个靠黑棋确实很难受。所以黑棋实战的局部下法也比较有特色，他一靠。要贯彻自己一贯的方针，迂回了又脱险了。这个，而且迂回的方法也比较特殊，对，直接拖到星位下面去了。这步棋真的，如果前面这个挂角，稍微比较好理解一点。礼尚往来啊，嗯！你这个吓了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是不是因为就是说白棋有了这个靠，就是这块棋好像？明显是加强了不少，他再从这段挂进来之后，这个作战可能就没那么有力了。只能是从战略上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嗯，有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了。这个，但这步棋就是说，如果被白棋走的话，还是很大的。嗯，像白棋下边这个阵势就很完整，他是抢先出手是在这里。白棋搬这个。起立，白棋下立，黑棋就一拐，一长，算是把白棋的脚破了。
我给你支脚。啊，看着现在该摆在洞这边了，摆在洞这边、嗯。就是白棋也是比较冷静，还是打回去了，打回来了，也没有搞，也没有搞太多的这个，看不懂的棋。这步棋肯定确实大，估计就算不就不往里飞，就算长一个的话，对，这出图一看也是二十多目棋，嗯。这个局部也就是说他可以比较期待白棋打打的时候呢、嗯、他可以在局部再去寻找白棋的一些味道，依然是不停的在骚扰。对对，但其实这个我就看不太懂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如果就挡住，如果白棋挡住，挡住的话他就吃啊、哦、然后虎出来，哦，从这里虎出来，跟这下有关系吗？如果白棋搬，他好像是因为有点关系，就说、嗯、是如果这个打粘他能粘他下来啊啊、哦！如果长的话已经贴住了，贴在下面，这个也刚刚好能够啊、哦、下到这个形状，有点、这个、有点明白了，有点用。就是如果没有这下交换的话，白棋一长，这两子就跑掉了。嗯，现在呢，黑棋把这下走了之后，白棋再长。黑棋可以接住是吧？是，而且刚才我看的是白的一阵打，那棋也是刚、啊、也是刚刚好，啊、也是指的是哪个打呢？就是是从白棋从这里打，哦，是从这里打，嗯，哦，我明白，再从这里打啊、哦，我也明白了，刚刚好这个气是不够的，然后白棋再打，然后一粘一粘，要是没这个就被吃死了。对，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下还是很有很关键的。现在一打，这子跑不掉了。嗯，而且白的可以先搬了冲了，先这边留个打劫在意外。我是不是冲过一个？那黑的就没有啊。嗯，黑的就崩溃了。嗯，现在等于有个这下交换，等于白棋接的时候，黑的正好接白刚好死了。嗯，非常巧妙、啊，都有一些必然性，也不是偶然的这些靠啊什么的。嗯没有没有靠这个，如果白棋挡，他就打完虎出来。对，是这个意思。嗯、所以实战白棋选择了一个比较较近的下法、嗯，直接打上去。这个就是绝顶高手之间互相都知道对方完了都知道对方有什么意图，都不会让对方轻易的如愿。对。然后呢，黑棋打吃，这个局部感觉有很多个打吃的可能性，对，到处有双脚吃。白棋踢，嗯，然后黑棋再吃回来。嗯，这个子是黑棋必须要吃掉的。如果现在，跑去吃这个的话，是不是白棋把这个双脚吃就可以了？应该是可以了吧？嗯、这次是黑棋肯定扛不住了。这样的话，等于这里面黑的就已经说不清了。对，然后这边白棋一会儿还可以再跳出来。对，就先冲一把，再来打。冲完一跳出来，这时候这里面什么情况已经看不清了。这黑棋不行，这黑棋必须得吃回来。啊，白棋这时候已经没有挡回去的这种想法了。嗯，再挡一个，再被打吃这一下子太难受了。对，打了他就有点粘住，就算打完粘住是吧？就受不了了气性、哦，所以白棋要从这边打。永远是在不停的这个转换，黑棋粘，嗯，白棋把这个踢掉，下成一个完全没有想过，嗯、对，因为不可能想到，可能你摆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来，不知道怎么下来，从白棋这个尖顶开始，这棋怎么能下成这样？肯定是想不出来。这个子儿什么时候放上去的？对，我觉得对怎么会有黑棋什么时候脱先在这段走一手？这很有意思的棋，很多我记着那时候把棋谱摆出来、嗯，一般都能拆出来这个棋是怎么下出来的啊。然后很多自战，你想拆出来是很难的。就是确实头绪太多，对啊。但这个主要是思路的转变太快了，对。就是前一秒钟，这个地方我还是要攻击，下一秒可能就是变成防守了。他可能也是因为棋局的这个变化也是很快，嗯，他对棋的后包的认识和理解有时候转变得非常的快，不停的在转，对对，那是黑棋虎一个，嗯，还在这里面，这时候压的是吧？我记得好像，还是先冲，先飞的，哦，先飞的，
冲飞的，没有冲，没有飞。这个飞有是硬手的，对啊，这个黑的不太好硬。是看是尖还是靠，可能就是想看黑棋巨骨的。嗯，尖的话，这接下来就搬一个就火了，已经火了是吧？局部，搬，我们看看黑的挡住。局部应该是要火吧？再安排一个。嗯。这样黑棋要是就搬。白棋局部只能说没有完全的活，活了吧？我怎么看到活了？一挤一粒是不是就活了？对，一挤一粒就活啊，一个三有三个嘛。对，但是这个这样的话，我长哦，白棋外面不是白棋现在这边要死哦，就我们前面所说的黑的这个是有先手的，哦，先手味道，就有个这个子像一拖白棋局部是死棋，对，所以白棋是不是也？敢就是轻易的这样活着，就是先问一下，对，看看是黑棋是怎么吃，嗯，是这么吃呢，还是这样吃，对吧？嗯，这跟气应该有关系。如果靠的话，好像就是白棋将来一般怎么都能活个角。嗯，如果尖的话，是不是？再说一下，从这边杀出来一下。阿发哥还有后招。哦，他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搬这个是吧？应该是要从这里出手。嗯，打吧，对，打，是打，打，我觉得是打，然后是打完再搬，搬，对，他这个应该是跟气有关系，他这个先试一下黑棋下法，对，如果你要尖，我气就很长，嗯，如果你靠，我气短，这边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嗯，靠他就无所谓，对，就看你黑棋是怎么，你要是能这么忍，我就算了啊。你要是不能忍，你要打出来，那就是有这种杀气的可能性。白棋好像就把这下走掉了。啊，如果还得尖的话，尖的话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就完全看不清，这就完全看不清了。这个战术应该得先打掉吧？啊，白的没关系，白的可以随便打啊。嗯，但是反而你看的参考图里面有没有这个变化？有一个，这个就是。我当然也看，如果白棋尖的话，黑棋会怎么？对，黑尖的话，白棋应该有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尤其这个刺，好像应该起到作用了。就这边会形成一个很乱的对上。对，这白棋将来收气还有可能是跑着收的。对，啊，就有打劫的感觉，收一跑一扑这样收气，嗯。这个战斗虽然很复杂，但是就是说黑棋还是有所担心。对，至少在白棋飞的时候，黑棋这个尖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嗯，明白。就下成这样的时候，这飞掉一下还是挺关键的。对，啊，对于下边的棋来说，嗯，非常复杂吧，可以说是。嗯，所以实战的话，在黑棋白棋飞的时候，黑棋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嗯，我针对外面的下法，嗯，它长出来，挺头。这个长看着有点呆呆的，但是我如果我们随时把这个石头看着，对，对，就长了很大，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手。嗯，这白棋是贴了一下，嗯，黑棋并，白棋冲，白棋尖，直接尖吗？先尖，哦，先尖，对。这个不仅白棋活了，这个黑棋好像还没有活，现在。嗯。是不是下一手白棋飞出来，黑的都已经要死了？所以黑棋现在。捡回来，嗯，啊，白棋选掉冲，先冲掉是吧？你只想冲，就是这个时候。我老记清这个时候冲的这个，嗯，白棋飞出来，啊，这个形成一个很。奇特的这么一个双方的一个算是转换，对，然后再摆两步，他就是白棋把这黑棋把这一拐，嗯，白棋上，虽然对这局部有个交代，那边白棋跳了，嗯，这个棋能请两位老师做个判断，行吗？这个形势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请笑笑对于上面这个双方这一段也算是几个转换吧，嗯，它的得失就是黑棋得到什么，白棋得到什么。做个简单的分析，白棋就是先把这个搅和了，
那肯定是显而易见，黑的把这个冲进去，这是两个最大的得失了，估计是。对。现在双方薄厚是怎么样的一个？薄厚，我觉得应该是黑棋比较厚吧，这个连着的应该是，这还有点先手。嗯。白棋这边稍微有些薄，但是时控上。好像双方的目都不多，都不多，对，眼见的目都不好，白棋那边虚一些。嗯，我们硬要点目，大概有多少目？硬要点目，对，把能点的硬要给个数。嗯，白棋五目，这边五目，这边六目，六目，六目差不多，差不多，嗯，算十一目，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目一目点，十八，十八，也就是十八了，是吧？我不知道这是应该怎么点，我因为我的判断形势非常差。就是夏夏老说自己点目点不准，对对，这个太客气了，这个真的真的点目点不准，不见得是坏事啊。他说形势判断不清，哦哦，对，就绷得很紧，这个形势。对，我其实一好，我觉得我好的时候，我可能下两步就走了。哦，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说一般你在你的点目都会打个折扣，是吗？对，我就是啊，除非特别清楚的目说，我还能点得清楚，但是稍微有点变化就有点不敢点，而且我就比如说下网棋，我是不点目的。哦，真的真的压根儿不点目，基本上点我也点不太清楚，如果特别快，干脆不点了。基本，但是不点目特别夸张，就是经常不知道赢了输了。如果有个形势判断可以开着，我都会用。那也一个有一点哦，不错。我不知道形势判断中途是不准的吧？嗯，但是就是我也会看那个形势判断很坑人吧？在用那个对对，一般的一般对于网站，所以对我根本就不知道赢输，一般都是经常有的时候，然后下完之后我冲上去了，冲上去死了之后，我去判断一下形势判断之后回去。我当时好像盘面二十目了，我怎么抽的？哦，对，挺有意思的。对，对。那咱们不把目主搞清，那有就是，如果是作为你来说，现在的黑棋的这个黑棋和白棋双方的战略方向，或者之后的这个棋局的走向意图，是大概是个什么格局呢？意图，那现在就是黑棋想得到什么？从现在开始，它战斗这个方向来说。现在是该白，该黑，白棋刚跳了一个啊，那黑的肯定是要攻击这一块，然后顺便进去这一块白的嘛。对，黑棋的方向应该是推着白棋进入到白棋的空里边，对，把白棋空破掉。对，或者黑的直接在那里边搅吧，直接在这边动手，或者是就一定是围绕着对对对这两边。那白棋至少是相对的了，白棋就是不希望黑棋能够把白棋，不希望黑棋把白棋推到自己的空里边去。嗯，尽量将自己的空能够守住一些，是吧？这块做活，这块守住。那个可以守住多少目算是合适的？大概就这个看着也守不住多少目。像我前面点目就点个十一二，白棋到这十八目，这三块棋十八目。黑棋的目数呢？这个角十目棋，不知道，不是啊，抽的能挂个整，那就十目吧。对，好记。十目棋，这个角我感觉。也不知道，七目啊，是七目，这块棋应该三四目，嗯，四目十四二十一，这还有二十二三目，然后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不太确定，黑棋其实走一手，当然这边走一个好多目，但是被白跳出来也没什么目，嗯，就黑棋现在其实确定的也就是二十目出头，我天，白棋不到二十目，嗯。那好像我觉得如果这个当白棋能够是不是比如说点个什么应该嗯，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说会不会说是黑棋如果能先手攻击白棋，把这边目上相对压迫的小，然后先手补过来，在最后抢到这个飞，嗯，这个因为这一飞黑棋马上多个二十目棋，对，虽然大家目现阶段都不多，但是未来可成空间有还是有一些，就比如说什么黑棋这啊，这个白棋也比较薄，这地方对，当黑棋上能抠点木也说不定，吃点东西，吃点东西什么捅一捅，但是捅估计白的应该是不给吧？啊，但肯定不给，就他跳一个也不会给，冲白的就跳啊。就黑棋怎么通过攻击白这块棋，然后压缩白棋这个，压缩白棋这边，然后黑棋争取能抢到先手，再抢到这个，嗯，
就像刚才说的，这盘棋呢确实很复杂。嗯，到现在来止，如果就是如果从正常手术来说的话，嗯，布局结束了，布局结束，中盘终于要开始了啊。这时候应该差不多有100手吧，啊，就是布局刚刚结束。对，黑棋在攻击白棋之前，黑棋在这里点脚，现在收刮一下白棋，企图收刮。对，白棋先大吃。打吃，我之前先便宜黑棋两下，先黑棋一下。嗯，这两子不能给，只能粘上。哇，这好痛苦，好痛苦，打成了一团。嗯，让白棋冲。这两个子其实就是本身呢，确实就是其实先手两步吧，非常小，但是对白棋提一下还是提回来，但他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于现在这个地方的白的气不太一样了。对，就是我们看本来如果还在接上的话。这个地方白棋气紧，出头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比较困难，但是如果白棋提成这样的话，就白棋这个地方气松了，将来就打吃完飞出来什么的，或者虎出来，黑棋这块棋还是有一点不安定因素。好，一提完立刻瞬间觉得白棋厚了，突然厚，嗯，然后黑棋咬着牙，咬着牙把这粘上了，谁也别想好过了，企图搜刮白棋，自己先被弄两下。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棋手应该是绝对不会去打打的，啊，打打我觉得也不可能有人粘了。确实冲挡住白棋断，白棋做活，做活黑棋打吃，白棋打吃，这时候黑棋不能再走了，啊，白棋已经活了，再走就是后手。对，而本身这步棋当然是很大了，是，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好像黑棋已经没功夫去走这步棋了。嗯，然后黑棋开始攻击白棋这边，点一个。哦，所以我们笑笑前面也说了，这个地方白棋形状不太好，黑棋是企图想吃点东西，总是欠那么点。那这个地方如果被白棋走了一下，我觉得好像黑棋问题很大。比如说这一带吧，这白棋走完之后，白棋就有眼型了，嗯，而且非常眼见的黑棋下面这个地方好像还有点缺陷，嗯。就是白棋靠完一冲，黑这个扳和这个段，就马上形状就出现问题了。嗯，所以好像这个地方也是后薄的关键。对对，还是挺要紧的。这是后薄瞬息万变。嗯嗯，差一个子差好多。嗯，所以实战黑棋攻，白棋飞，白棋也没有选择在局部这地方缩啊补什么的。嗯，也是飞住，黑棋一靠，好像已经先拿掉点小东西了。嗯。还可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嗯，然后白棋倒跳一个，啊，白棋就都不纠结了。这个这盘棋进到这儿，我又想问樊老师，嗯，又想问这个形式的问题了。因为虽然说基本上每盘棋都会中间都会问樊老师几次，樊老师回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差不多，差不多，嗯，还是差不多，嗯。你猜的没错，就是差不多。这盘棋估计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问一问，嗯，是不是差不多？那得给你点惊喜啊，是吗？啊，到这儿来说的话，白棋认为自己烧好了，哦，这回不是差不多，是烧好，是白棋烧好，嗯。对，黑棋认为自己烧差。双方达成共识，又是共识，只不过不是差不多的共识，是一方稍好的共识，嗯。这样子，看来就是白棋在前面可能某个局部、某个战斗稍稍得分了。嗯，应该是在这边的战斗，他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比较满意。而黑觉得收获可能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这个差别也不是很大，也是相对比较细微的，很细微，嗯，对。是不是也是双方如果都最强的进行下去，可能也就是个半目一目半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概念，对，就是。那如果白棋的时候是不是胜算更大呢？因为不是说白棋起步就比较高，就说白棋在就是现在的这个优势啊，略大于起步的优势啊，嗯，就这意思，那就是大优。也不是，这就是我也想聊这个问题，就是说优势这概念是很难量化，嗯，就是比如我下棋概念经常觉得有，也是我这个经常不下棋的原因，有时候有时候偶尔一比赛觉得自己形势好了，觉得哇已经好很多了，两步棋一下一点目这输不少了，这个好就是形势好了形势不好了特别难以量化，嗯，所以这个经常一个字儿就把自己给误导了，是其实这个棋白棋可能觉得
形势相对乐观了。乐观的概念也无非就是他获胜的几率变得大了一点，但不代表就一定会获胜。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局面下，好是好那么一点点，对，但是丝毫不能放松。对，不能放松。我想不管是职业棋手还是爱好者来说，嗯，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一盘形势很好的形势的棋，嗯，后面因为老有这种瞻前顾后啊，很担心无法守住之前的优势，嗯，下出一些缓招，哎，这盘棋很可惜的输掉了，是都很懊恼，哎，我赢那么多的棋，我怎么就输掉了？是，其实就是说，在形势好的时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退让，嗯，要绷就该绷紧，还是要绷得紧啊，哦，这确实，就优势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变化是心态的变化，嗯，优势的时候就容易患得患失，是是是啊，反正形势不好的时候，你说难听点，破罐破摔，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我就放开下，反正就当输棋下。但优势的时候，确实这个心态会有这个问题。嗯，其实咱们就是中国文化里边很多成语，其实也提到一些类似的这种战略策略，嗯，比如说最有名的是趁热打铁，嗯，就是趁着这个时候正好了呢，嗯，多打两下铁，嗯，形势好了就不能放松，可能就要利用这个好的这个时候，嗯，多获得一点，嗯，这个把这棋绷得更紧一些，抓住这热乎劲儿。对，还有就是什么乘胜追击，嗯，对吧？都是有它一定道理的。是是是。实战呢，这个地方当然黑棋学形势稍微差一些，嗯，那他就更不会就是甘心接受这个就是放弃了，嗯，他也需要去找一些更强力的下法。实战的黑棋攻过来，哦，从这里进入，这个时候就是说真的也是因为形势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步棋特别大，对，这个好像这一吃这个地方一下子多出个十几目棋，还有靠，还多吃点，还有下一步棋还有靠的可能，而且我把自己这两边都彻底连后了，这样把金子会兼过吧，把这补后，嗯，这好大一块，啊，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子儿之后，好像黑棋就很难进来了，嗯，就只能可能就这一带削一削了，像白棋如果全都围住的话，是不是就白棋可能形势就比较明朗？刚才那个连线老师不是有这个战略部署嘛，嗯，希望把这个白棋的空尽量压缩小，然后线索能够飞过来，啊，这个可能已经有一半已经失败了，这个绝对没有压缩小，这个可能更大了，你直观上可能就在三四十目了哈，对啊，嗯，这个这可比刚才的目数翻了好几倍了，已经比刚才总目数都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说现在黑棋处一个追赶者的一个角色，他一定要制造头绪，对，而且确实挺乱，一旦黑棋杀下去，好像白棋瞬间基本上就没有特别活的棋了，好像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真敢确定是未来一定是活的，也不确定了，就是是，嗯，还是比较复杂，嗯，就是战斗刚刚开始，战斗刚开始，我说中盘开始了吧，嗯，白棋飞了一个，嗯，黑棋点刺。这个是不是如果走其他的下法，就有可能会无法，让白棋这个形状，产生破绽，有可能让白棋连上，是不是？应该是吧，应该是吧。比如跳白棋一飞，好像有点饱满，嗯，一个正好一个好形，对，会充实一个虎口。这个目数又虽然不是很多吧，但是毕竟成起来了。其实白棋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连后，对，同时能够尽可能的多的守住目数，是。这个黑将来也不太好围了，以为的话上面两个是不是就有可能威胁走了，嗯，所以说黑棋还是继续制造头绪，对，这棋就是希望白棋粘住，然后是不是应该是跳一个再一跳，这不就飞不住了吗，这个一下子这一架差好多，现在白棋都不知道往哪硬了，对，这眼见着好像所有白棋都有生命危险了，要被分开了，所以实战呢白棋是靠这个的，反击，嗯，把自己先连起来，然后再看局部怎么战斗。嗯，黑棋可能是寻找头绪，没有直接去那边断，先飞了一个。这个招法看上去就是让人很头晕。嗯，是，这黑就是好像白棋这个确实这里面的味道不太好，这里有断，这里有挖啊什么的手段，现在飞完这个地方又有冲断，这确实是。很考验白棋防守的能力，是。实战这段白棋先把这个粘上，
再粘回来，那就是厚厚的。对，像我第一感觉是什么？这鼓一个，想效率更高一点是吧？对，你别说，也是像是一个好型。这边是有什么怪味道、刺啊之类的？有点味道，就比如说黑的，对，在你的虎口上刺一个。贴住是吧？不知道黑棋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一带，有没有先手从这边进来？嗯，这个反正我的水平应该是下不出什么，当时也没有去问这个、嗯、马老师具体该怎么下。嗯，他当时就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粘有一定先手，有一定先手的这个意义吧，因为这个靠确实很大、嗯、啊。对，嗯，他可能就憋这个靠所以才粘、嗯。看如果没有这个粘，这个地方是靠不下来的。嗯，啊、嗯，黑棋长。尝完了这个段是先手对下面，嗯，对这个端要冲出去，对，是这样是吧？对，白棋无法两边两全了、嗯、如果白粘上呢，黑棋现在比如说走其他的、啊、白的会靠下来，这个靠下来是不是有点厉害？对，这靠下去如果是先手的话，但黑的估计不能再硬他了，再跟他什么拼一拼了，拼了是吧？就是眼看就不行了，这棋如果再硬的话是被白棋先手靠下来了，目数和薄厚都不对了。对，这主要是角看着就没几目棋，估计这被搬一搬。而整个这边黑棋这边全在白棋的包围圈里边了，已经全包在里边了。黑棋反而有点薄。对，白棋有点薄了已经。嗯、就是白棋这个粘看上去就是在自己可能一下子也看不出黑棋有什么棋的地方补了一个，但它其实是有先手意味。对，所以说黑棋实战还是飞起来了。嗯。等于双方这个地方做了几下交换。然后实战呢，白棋继续压，还要压。这个时候黑棋不走了，一跳，把这个，先把这个空破掉。嗯。哦，那白棋不是说接是先手，这个为什么感觉接着一下自己已经很踏实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不依不饶？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把这个空守住。有人、啊。比如说一大堆目呢。这我现在看得见的这块棋。已经有三十目，这个、比较实惠了，比较实，嗯，而且实地化了。对，我守一个行不行？我当时看这个棋，阿尔法狗如果认为白棋如果守的话，黑棋会点一个。嗯，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打，嗯，哦，这边可能黑棋会获得很多利益。那他的意思就是白棋得先贴掉一下，对。不对，先贴他要从那边撑起来。对，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变化吧。这个变化一靠，好像这个本来是白棋，如果没有这两下的话，白棋这一打是把黑棋争吃了。嗯。现在呢，有个这个交换，再打黑的这一跑，白棋好像是没办法了，被吃掉了。但是它本来是断着吃，现在是靠着吃，多吃了不少目的。我们前面说这个断很大，然后下一步棋要把白棋靠死，现在等于是。一步到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黑棋吃了多少目。这个现在是，十个子已经二十目了。这黑棋应该吃了差不多有三十目棋。嗯，上面白棋也就三十目吧。白棋才有一个三十目，黑棋一手吃出三十。哎，然后黑棋做到了这个飞。黑棋还飞到这个。战略完全达到了。啊。那这个白棋是不能接受的，白棋就这样，白棋就不好了，是吧？对，就是我们就说的。他不能松，一步都不能松。对，然后笑笑刚才提到的这个，说白棋呢把这个穿防住的话呢，可以用这个压，嗯，对吧？压黑棋应该得撤退，然后白棋再飞，这样黑棋没有这个穿，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对，这就黑棋现在可以冲断了，现在一通黑棋可以从这边冲断了。那这个压为什么现在可以冲断啊？刚才对，哦，白棋可以推这个啊，对。如果不压这一下，黑棋冲断白棋退在这儿啊，这儿有断，下一步棋有靠。啊，这棋也是不能随便交换，也不能随便交换。那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白棋现在不能是单纯的防守。对，不管是怎么防守，它都有一些缺陷。嗯，可能越守这个问题越多，是走不好了。对，所以他就直接来一个以攻为守了。嗯，你要进来就进来吧，你破我，我破你。嗯，明白了。不能松懈，对，重点是，对黑棋跳，那就又是形成了一个各走各的，
你破我，我破你。嗯，这是我们见到阿老师经常干的事儿。他倒真是经常契合这个机甲的。来七，八，继续各走各的。嗯，黑棋继续跳，突然间就沧海桑田了。沧海桑田。这白棋现在三十目，现在马上走一个都不到十目可能。但是白棋把这两步棋，这样走到这两步棋，价值也非常大。那实战紧接着白棋压这个，嗯，这个时候压，对，很幸运，见准，哇，这彻底乱战开始了。那我很想问问，这个棋现在被尖下来，我是觉得如果是白棋的一方，我觉得非常看不清啊。对，我这把棋被其实被分段在里面，而且这活好像也一下子看不出怎么能够活得很舒服。嗯，这棋我非得那么对自己对自己那么狠，我这个比如说跳过行不行呢？就我也这挺虚的，我也卡了卡这个棋。嗯，这个阿尔法哥认为是应该尖一个，嗯，然后呢，糊过来，糊过来啊，嗯。如果白棋打吃的话，嗯，他这边就会直接选择烤断。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战斗。嗯，这看着就挺复杂的。看着复杂，这靠断之后，白棋。确实这块棋像空粘一个，他这这头绪就很多了。这个地方不知道，白棋觉得这样的话把握没有单压的把握大，他对上面的白棋倒是反而比较有信心。嗯，他不怕黑的下来，他不怕下来他有他的能处理得好，他可觉得那俩能吃掉木人也挺可观。这个明白了，这棋确实比较复杂。嗯，就战斗不确定性确实很多。这期间，嗯，白棋先搬了一个，嗯，白棋靠，嗯，然后白棋搬上面，啊，先拖，拖一下，拖，然后搬上面。白棋倒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死活问题，嗯，看着这块棋很危险，但是好像黑棋自身也有些缺陷，对，嗯，白棋断，黑棋断。白棋搬，嗯，白棋活棋之前还要还想把黑棋弄断了，对，占点便宜。长，嗯，白棋爬，他这个还搞一下四序就四序竟然，这个，然后再贴回来，嗯，黑棋一挤，白棋一吃，这么一个变化。哦，这个地方。如果不挤的话，白棋连得上吗？这个地方白棋是不是如果不挤，白棋自己连也连不上呢？那我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性，我把这两个吃了，跟他拼了，跟你拼了呢？嗯，这个也挺复杂的。当时我也看了一下，我也觉得这好像白棋挺悬。这边他先吃一个，嗯，有点关系，吃局部一个手筋先加一个。哦。樊老师这什么事儿都防着呢。就是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是根本看不清了。那他是就是是这个，是这个，嗯，因为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就有一个打劫度过了，那，嗯，度过是不是白的先走外面就可以了？对，因为，那个，这个他就随意了，随时要黑棋的命，嗯，黑棋吃这个也不行，吃这个被白棋挡完一段就是上面要崩溃了，所以笑笑说只能吃这个。嗯，对，挤，哦，是先挤吧，是先挤 吧，然后补这个，嗯，然后刺一下，就接上，嗯，对，是这个，这个一挤这个一粘，一断，一冲，拐，好像黑棋已经要死了，哦。黑的气已经比较危险了，黑棋黑棋杀不过白棋，就是白棋前面这几下就是为了紧气，为了紧气，然后能够站到这个刺和冲的要点。对，这个招法，黑棋的气非常紧张了，黑棋的气。嗯，我看笑笑还在算算计呢，对，不是我算的快，之前看了看。嗯，樊老师是早有准备，有准备，有应对。
应该是黑棋不行吧，就对上。我现在还没看清我。但是看着反正双方棋都不长。对，嗯。黑棋是不是有黑棋现在只有粘这个。粘这个我觉得甚至觉得应该不会转换是吧，这就好像打吃的比粘就可以了吧。粘应该是粘。嗯。黑的。粘上了。嗯，再立一个，可以再加这个，是不是？简单的这个对我来说好难呀。是挖好还是哦？简单就挖，是只能吃上面的黑棋，不能吃下面的。吃下面好像白的一长黑的就死了。对，那两次可以给了。那如果吃上面的话，嗯。白棋是不是可以挤在这里踢，然后挤上去呢？他可能就粘了，就哎粘哎都一样，反正啊都一样，没区别。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反应慢？好像我觉得死了，差一气，不知道我算对不对？我们肠道的话也是死的吧？咱们可以把它多摆摆吧。嗯，好。这个爱好者肯定会晕啊，这个。这怎么收气？接一个不会亏。这也不会亏，那就最粗俗的挤进去吧。嗯，是死了。这样，是一个大劫，大劫哦，杀出一个大劫是白先手劫，白棋先手劫，就在这一挡。但是这边都已经搬到这儿了。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靠一个怎么回事？黑的活肯定没问题。不，就是说被刮得很惨，就是说到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白的现在转换，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在这，算了，靠在这吧。啊，白的就这，就这点追求是吗？对，就这点追求。要求不高，真是要求不高。就这，对。我不知道，首先白的消劫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然后白棋找劫转换有什么情况？可能白的应该这个转换好像不见得是正确的想法吧，也要看双方的目的。看来这个准备还是不够充足，一百还是不清楚。嗯，这样把这个吃了。是不是我们那边看弄气气弄没弄好？我觉得白的应该是没。我以为气没弄好。这棋是不是挖了一？顶住是一哦，单顶这个是更好，是你觉得？是不是？我得看一眼。嗯，但这个好像可能是个要点。觉得是刚才给黑的先手尝一下，黑的气。哦，这个主要是我的馊主意。啊，我就觉得那，我就觉得那特别简单的看见。这样黑的是不是不行？哎，有看这样子好像是要悬了，咋还是摆嘛？咱就不靠计算了。我也没看清。得粘吧。粘白的就。挤这个啊，挤这个，哪边都一样。拿这个挤进去。黑的刚好不行，这要是你打不到这下了。吃，就这个。进这个，那这要是打刚刚好死了。啊，也就是黑棋也差一点。对，那边打不到。那可能是这个是要点。哎，哦，对，打不到，对。嗯，好像这个是要点，刚才等于是走这个让黑棋长了一下。对。嗯啊，现在白就把这个这也死了。嗯，这里面的杀气，应该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对对，有点意思的。啊，我们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再摆摆，自己在这里再让我们是看，我是肯定算不清的，嗯，从那么远哪看得清啊？这个肯定是。樊老师是等于是看到，对，他认为这样下的话，黑棋应该是不太行了。下到白棋这一拐，嗯，黑棋就，这样，黑棋就已经不行了。对，他认为这个这碗，因为这个夹很重要，一夹完之后，黑棋就，局部就不太好动了。对，所以这里的杀气呢，我们可能也，这盘棋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对，咱们就不再纠结局部这个地方，对，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战斗和对杀的机会。这个棋拿起来。黑棋吃两个其实是过分的，对，
就黑棋局选择挤，对，然后白棋吃，大吃掉，对，白棋提，这是黑棋冲。应该也只有冲，对，他不能就不希望白棋直接就一手就走过去，而白棋又不愿意这儿被便宜，他又粘，又契合，双方都又契合，这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黑棋如果是吃的话，对吧？啊、那简单是会被白棋拐吃一下，对，这一口拐吃一下可能吃不下了，这个地方白棋就完全厚了，对，那黑棋所希望的是冲，白棋只能冲挡住，嗯，然后黑棋再吃，可是就算厚了。上边是不是还哦？白棋补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这边白棋活了吗？还没有活吧？白棋肯定是没有活干净，但是黑棋不敢杀，不是这是啊，黑棋也不好杀，对，哦。但这下差别非常大，对对对，就是黑棋如果是冲成这样的话，白棋等于平啊，已经多个段了，段了啊，嗯，是这个差别很大，对，所以白棋也不忍，白棋要把这个粘上，又契合了。俩人又互相出现这个裂形，这白棋是真够烈的，对，白棋把这边再粘上，你这一堆子也就进来了，太复杂了，我只能说现在 我已经很难预测了最后哪块棋是活的，我觉得现在棋盘上任何一块棋觉得都，然后呢再给你加强点预测的概念，黑棋一断好了，黑棋依然不依不饶啊，现在看上去白棋这几块棋现在这个没有，那这没有，现在看上去都还挺安全，但是最后说不一定，就这个也没活，现在完全没有完全活进，是啊是啊，这个也没有完全活进啊，这块呀，这块也没有完全活进啊，而黑棋这一堆应该是活进了哈，有一些不确定，下一步一口就已经走了，一吃就已经死了，你吃得掉吗？小小吃掉了吧，这应该还，我如果试试那就把你断了用，我就哦，看错了，没有那么简单是吗？对，你是本来有个锦气的问题，本来是想打一贴，对，因为黑的如果接的话，被白棋从这边拐出来，好像这肯定是不会净吃白棋了，嗯，黑棋自己没活。现在本来是想贴这个，这个白的先冲吃，然后再狗吃这个，再跑出来，也再摆两步吧，嗯，然后这个吃白棋单提。提，这个等于是黑棋的气劲，这边没时间抓了。嗯，黑棋提这后面接不归，如果接上的话，这边白棋接，黑棋自己要出问题。太紧了，这个棋。所以这张你先动手是不是也不太好吃？啊，对，也得迂回，也得迂回是吧？对，这都是不活，但是要吃很难。嗯，多少块棋不活？断的时候呢，白棋又要追究黑棋的这个局部黑的形状，对，黑形状靠一个，哦，看着眼花缭乱，黑的等于白棋这个冲势先手，就下一步要冲黑棋是吧，是晕的厉害，晕的厉害，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记错，黑棋是粘的，嗯，把这一段补住，有一个这个靠黑棋这个地方形状稍微有点，所以说这在白棋在靠过来的时候，黑棋这一堆字又没看清楚了。嗯，这个我觉得光看，如果玩黑棋，我光看自己怎么连，就怎么能够最好的连，我觉得就看不太清，就看不太清。嗯，这个棋这盘棋确实很烧脑。嗯，这个我也是第一感就是什么拐一拐算点，看这盘棋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咖啡啊。但你如果简单的拐，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这我是不是还是能贴住黑棋吗？是不是有可能把你这两个就直接拿下了？如果白棋都厚了，嗯，黑棋又有那边，哦，拿不下，走这个拿不下。我也不知道，不能随便出手。嗯，其实再好也是，也就粘一个，也就粘一个，嗯，粘一个可能我也不好动，你这一卡我就带走我呀。哎，哦，这块也没活呢。就是黑棋也不敢随便较劲啊，对啊，黑的都没坏，这一接这块整个都进去了，嗯，我们还是看实战吧。不能乱出手，这个确实很晕，
哎，这是有一个是吧？这个啊，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对，冲出来，对对，要不然那个就活不了了。白起是粘，粘这个，嗯，双方都有好多的断点，嗯，白起粘，白起搬过来，搬过来，现在黑棋的形状好像是走的还可以，对，好像给它防住了，防住，因为白的从这儿冲，黑的可以从这边冲过来。白的从这儿冲呢，他是活棋局不是吧？黑的也从这儿冲。哦，局已经冲过来。嗯，白棋想断黑棋，除非是先断这个。哦，再给一枪。再给一枪，然后再顶，这样是能断黑棋的。嗯，这样就把黑棋断了。但是断开呢，黑棋也还是有一条后路。嗯，黑的挤这个局部能活。白的。白的还有吃五个，嗯，还是有很多东西，还是很多都是死而不僵。对，哎，这个是，这时候白棋又转一站作战地了，飞出来。白棋等于是要还是要把自己这块去处理好，嗯，是不是？同时隐隐约约的这三块黑棋都还没有，说明白呢。这一块好像。由最初挺厚的变得现在又不确定活了，嗯，是一起拐啊，就我光摆还觉得好晕啊。黑棋白棋搬，黑棋一跳，嗯，是好像就现在牵扯到不活的子棋换数太多了，这个这块白棋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对，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两块，那白棋活这块棋呢，可能要伤到这块棋，对，这两块棋没有安定，这块白棋好像也至少没有确保，对，看着也是挺拉的，这一块黑棋也没活了，现在，嗯，然后这边如果白棋黑棋没连上，这个也不活，头绪太多，对，真这块搞起来。这个每次白这盘棋看到这儿，我觉得好晕啊。确实，白棋先断了一个，好像是吧？对，把自己加厚，看得清楚一点。对，黑棋一断，嗯，白棋贴回来，在这个地方花了一手棋，嗯，把自己算彻底下厚了。但是好像这个马上黑棋这个地方是不是欠了手棋啊？嗯。白棋我们可以简单算它吃这个，就算吃了是不是，吃了就粘，是吧？嗯，这白棋吃过来，因为前面说白棋挤这个再顶这个，黑棋是靠这个做活的，白棋现在可以从这边挤，嗯，这边挤黑棋从这边没漏，然后这个地方是欠着挖死的，也就是说这个棋已经安全了，安全了，因为有了这个门那个就安全了。 嗯， 嗯，所以他等于是补了，不是补一块，是补两块，嗯，等于把这块和那块都补好了，而且先留下一个特别大的这手棋啊，这一石三鸟啊，这算是看又是一个这个是不是有撑啊，哦，没有，对，嗯，贴住黑棋现在是，嗯，但是里吧，对对，黑棋现在开始威胁白棋这两块了。嗯，这地本身很大，这一靠，脚上还有点问题。对，白棋是贴。白棋先没先贴吧？它是刺的。刺的啊，先刺这个。那，这个，白棋现在应该是处理这两块棋的问题了。先活下来。嗯。那黑棋是虎这个。嗯。白棋刺。白棋粘。过应该是，有时候没有记错，叫哪交换的话，嗯，黑的顶了一下，哦，黑顶啊，哦，对，不好意思，是就是刺的时候啊，哦，对，先顶了一下，要不然被冲断，因为黑棋不顶这个白棋有从这边冲过去的可能性，顶一下这边，然后再虎这个一刺，嗯，然后虎过来，然后再贴了一下，哦，还贴了一下，不好意思，贴一个，哦，对，贴这个，嗯，白棋它一跳的时候，白棋。现在这个脉络稍微清晰了一点，对，看着都要活了。白棋现在这块棋已经安定了，定了现在虎到这块棋应该是
差不多完全没有问题了。像这块棋呢，虽然局部欠一个打劫，但黑棋这个当然欠着毛病，嗯，对，也不怕了。但是虽然白棋好像都活了，白棋的空彻底是什么都没有了呀。这如果黑棋这一段，这是黑棋的目标达到了，嗯，把白棋的空破完了，这个一块好大的一块，黑棋这一条边可能就顶白棋全盘了。对，但是黑棋自身还是有问题，黑棋现在这块棋是个问题。哦，对，这段白棋可以打劫。嗯，如果断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白棋？我觉得就把这个吃上这个了，直接。他这是比那个大是吗？黑的这个，黑的比哪个大？就是这块和比这块大吗？那块可能不是那么好杀两手棋是吧？啊，两手棋杀不掉是吧？杀了觉得我的力量怎么两手棋还活的？两手棋什么都没了，他还能留下吗？但是可能这个，可能白的这个棋也不是很重，对啊，因为这边漏，这边可以吃回来，所以这个就算踢了劫，嗯，也脚上还不是死的，脚上还活的，好像对，还是活的。就算你削在这儿，它也这也尖，啊，这踢在这儿是死，没还是打劫？我觉得我胡这个尖，我就一吃。哦，也能粘上。这个因为打劫，这个实战马上就打劫了。对，你们两个讨论的问题，咱们马上也可以也看到了，也可以看到了啊。所以实战黑棋没有立刻断，黑棋是先打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是成为焦点了。这边，他应该是七打白棋，对，吃在这儿是吧？那他才开心。那啊，对手一定是我。然后这样白棋提这个，黑的把这个连回来，嗯，这乐胜。这样黑棋就白棋虽然。都处理好了，但确实木也没剩下多少了。这是黑棋的意图。嗯，所以白棋这边是绝对不能让黑棋得逞的。打劫，打劫的目的不是为了保住这个子，嗯，而是要吃掉黑棋这一块。哦，拼得很凶。那白棋、黑棋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下交换把这个断吃。对。那白棋是希望这个劫你打不过我，你得从这儿连，然后白棋再把这个接回来。嗯。好像黑棋从来就没有机会去交换这个吃，从来就没有，任何时候吃白棋都不会去应它了，好像确实有可能是永远是后手了。对对，啊，好，那就开始打劫，打劫了。嗯，提，白棋吃这个，粘，白棋提劫，黑棋挤。这个劫很奇怪，就是说双方还都不敢随便削这个劫。嗯，这一削就没意义了，因为白棋是要削在这儿的，他不是要削在这儿的。而黑棋这个也是觉得，黑棋是希望白棋这有个子的时候再削，没有子我削没意思。对，大家都很尴尬这个棋局，白棋粘上，嗯，一踢，嗯，白棋一尖，就像这个方老师说的，现在黑棋这削劫，虽然很大，但是白棋把这个搬下来了。因为白棋等于这个地方少一个单关，所以黑棋真是不能随便削。白棋直击，嗯，白棋踢，让黑棋孤注一掷了，把它断掉，不装了。大家都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啊，这个棋真的是价值五六十目的一个劫，至少进入到了越来越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这个。就是在最初的只有二十目，可能变成一百多目了，就翻好几番。在平常下成这样，是头早就已经炸掉了。再读个秒。因为这光数目，我觉得对对对，数目我就已经飞起来了，这就根本就把这块弃了，把这块吃了怎么样？如果吃不了这块，吃这块怎么样？对对对，数目就已经完全就是已经晕了，而且还要算死活，那边两手棋能吃掉白棋否？然后怎么吃是最合适的吃法？对啊，这太复杂了。那我们欣赏吧，就看实战吧。还是欣赏。然后白棋退，黑棋提劫。嗯。然后这个记者所有的劫台次序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考验。嗯。然后我得需要点帮助了，可能需要帮助是吗？绝对需要帮助。现在是走这个走这个。需要长提劫。长提劫。现在该谁找劫了？该白棋找劫了。白棋是冲一个吃这个吧，好像是。对，白棋吃的这个吧，最好吃这个。然后黑棋是顶这个。这个时候黑棋是不能消是吧？有一个消劫的机会是吧？现在就可以消劫。我是看这时候不，我刚看白棋顶，这棋黑的能挡死吗？
挡不一挡，先挡再看。挡在这儿是吧？和虎也没区别。但这个挡，嗯，现在就是啊，前面你们我知道你们在讨论所谓什么，就是说挡这个的时候，嗯，就是这个里面有没有棋，嗯，其实是好像是没棋的，对，可以点。白棋是上面是没有眼的，对吧？嗯，既然黑的一打进来，打这个黑的可以接上，接在这儿。嗯，人家转换您是黑把这个白吃了，白把这个黑这个吃了。嗯，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棋，哦，啊，这步棋我不知道是立还是吃。吃是什么？吃里面可能是个打劫。这个可能战斗依然没有结束，啊，还要打劫。如果是立的话，啊，有个打劫。如果立的话，是没有结束。嗯，立也很大，但是立谁赢要点目，就点目。这个立不赢就打劫。嗯，哎，要打劫的话，这张白棋劫才岂不是很乐观？打劫白棋劫在乐观，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于这个角上。哦，那角还有好多劫在。对，这个角上将来是这样的：一冲一点一立，又是个先手双活，盈利。这是白棋比较愉快的地方。对，那可能白棋可能会选择打劫的几率更大了。对，白来有可能打进去。那肯定打进去，打进去。黑棋，我觉得他没有选择消劫，应该也是判断这个，嗯，是肯定是打我不大这样想，肯定是感觉这一坨好大，对，全后了，那个什么都不用补了，嗯，对。那么这个是劫材，嗯，白棋黑棋顶住，顶之前先挖了一个，哦，对对对，这个挖很关键，而且这个挖很关键，它需要劫材，这个确实，不挖那个就不是劫材了之后。如果不挖它这个吃就太小了，吃这个不是劫材，嗯，很机敏。然后黑棋，白棋提过来，应该开始找本身劫吧，是靠，对，一起冲，提劫，嗯，白棋冲一下，这个，白棋冲这个劫材，黑棋粘，白棋提，没有这个。黑棋是先长的还是先挖？先挖，挖。白棋冲这个，先挖的。啊，对，先挖，对。提劫。双方都在消耗着最后的子弹。是吃这个的吧？是这个提。哦，不是，这个时候黑的长的。长的啊。其实这个劫黑棋是非常不想找的。对。对，一找完这白角就活了。对，就我们前面，笑笑跟凡尔说了，本来黑棋一提。消劫，然后将来一手棋可以就直接把白棋挡在这儿吃。对。现在呢，主要是劫材太宝贵了。现在黑棋跑了一下，然后再提劫，就这样的话，黑棋将来消劫之后，白棋脚上已经活了。对。是这样的，对吧？是是是。黑的不管做哪个，白的用一攻力的先手做这个是活棋。这跑一下也很伤，嗯嗯，但是说就是形势从最初的白棋觉得稍好，一直到现在，白棋依然认为是稍好，就是说黑棋赢的几率，啊，就是白棋依然觉得赢率会大于黑棋啊，就说这么所有战斗，嗯，一直还都在白棋的掌控之中，可能黑棋这个场也是真是，你看这个挖的招都使上了，嗯，就是真是准备打损劫啊，嗯，那劫材太宝贵了，明白？你说实战。尝完之后提，嗯，尤其是白棋打这个的时候，先冲了，先冲的啊，冲黑棋粘，白棋提，嗯，就是黑棋吃这个，白棋提，黑棋再提这个，嗯，白棋吃这个，这个吃太惨无人道了。这首先这个劫材这个一挖一打。这两个劫材找得很爽，非常爽，特别舒服啊！黑线不能提在这儿，被冲坏了。那你现在面临着接还是接这个？接这个木是好损啊！嗯，但接这个的话呢，感觉就被白棋这几个劫材就白找了。对对，完全不损，嗯，一会儿还再粘一个。这三个劫材一点不损的三个劫材，那黑棋现在面临抉择。实战白黑棋还是站在这里了啊，他觉得你要找这劫材，毕竟上面白棋这块棋有很大的风险。等于是白棋这两手棋有可能把自己这块棋有可能要送死都说不一定。对对对，嗯，有什么想法吗？这地方我这比较混乱。比如说如果粘上，
那白棋还是提劫。嗯，这里边点是什么东西？我还是点这个。但是我看了，我也摆了地方，但是白棋会消劫。白棋消劫，消劫赢了是吧？关键是黑棋怎么吃白棋是一个问题。黑棋先打再吃。嗯，这无所谓。这块棋吃块棋够吗？我打。哦，你是准备吃提呀？啊，你是准备你那样，你不起来这吃我吗？就现在黑棋如果要就是单想吃这块白棋的话，应该是挤在这就能把白棋吃了。哦，对，你要叫吃应该是能吃的。啊，那肯定能吃。但这样白棋挤这个先手，这个地方白棋就是打结活了已经。白棋先手完之后，这盘就是现在焦点就是在于这个地方了。对，谁能抢到这步棋？是，那我还是，我打也没有用，意思是。局部最狠的应该挤这个，当时是吧？嗯，挤在这儿，挤这儿就是要求你这块棋已经死了，然后下一手棋呢，你这块。牵手棋，对，我希望是你做活这个，然后一提到这个，那这黑棋可就合适了。黑棋这个目数可能就占优了，嗯，但是黑棋能如愿吗？对，但是这点我也是就业了。它是有一个这里拖吗？就是这拖。对对对对，那边有一个，你这个算路够快的，这个是是。它有一个这个，就说这边因为有挖，如果黑棋是吃的话，嗯。黑大概也只有只有白棋粘，嗯，因为这是粘是先手吧，这边、嗯、不粘也无所谓，你总是没办法。反正你给大家粘掉，粘、嗯、掉，对，减肥。你这个地方不管怎么着，你总得花不起来破这个眼嘛，这边吃吧。这样白棋有一个吃，然后有一个靠，嗯，因为这个尖有先手味道，可以度过。对，其实白棋简单一点，比如做活，对吧？对对对，黑的必须得抢这个，对，不抢这个目就不够。抢之后。这个被一靠，黑棋就白棋可以施展这个手段。这样的话呢，如果黑的走这个，一粘先手，白的一粘先手，然后这一尖一弯就活了。对，啊，黑棋好像就只有冲，对吧？嗯，冲的话白棋打，黑棋吃打吃，白棋可以用这个虎的先手，然后打劫了。是这样，就是被一挖，黑棋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局部。所以他不能吃到这儿，嗯，他因为吃不到这儿，就抢不到这个，对，他就没办法去粘这个劫，他就只能粘回来。所以白棋当时挖打是很来劲，啊，这里面都是套着，包含着很深的计算，对，一环套一环，这计算力确实惊人，惊人，毫无松懈，每步棋。打吃的手现在是这样，对，白棋打这个，这黑棋是无奈的忍了这个了，粘上，然后白的白棋接，我说黑棋也是没办法了，先把这粘上，然后粘上，再提过来，白棋这一提还是个劫材，黑棋只能粘上，白棋再提过来，然后黑棋很痛苦的把这个劫打了，好损。就是很愉快的把这个踢掉，这个是基本上就是净干损两目，啊，干损两目多，就两两目就两，基本上也就两干损两目，那也是很舒服。白棋七，为了打赢这个劫，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顾吧。啊，白棋点点时间吗？笑笑。啊，这个我不知道。觉得这么大一块和这个交换，该是收手的时候了。现在主要有两件事情要做，就是黑白双方，第一是点目，对，是因为提就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对，点目。第二是计算，对，就是说，因为你可能提简单一点，提白的把这个吃了，黑的再看看怎么把这块给吃了。对，这块是个什么情况也搞不清楚、对，需要计算，嗯，然后就算你算清了。要点目，对，点目可能根本点不清，根本点不清楚，而且还有就是这吃完的这个结果怎么点目，就吃成什么样，吃成什么样啊？对，这个如果下到实战就是拼运气，这其实就是撞大运，撞大运，撞大运气。实战的话，这个黑棋选择了提这个，他如果粘上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复杂，就是继续打劫，
那如果找这个，我想知道白的是这个是吧？白提这个啊，白的有个这个，白还是提，白的好像是找这个对吧？白先生解还有解，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这还依然说还在打一会儿这个解，解完了白棋提回来，这个把它捉住呢，你说你好像你咬了牙还能打这个啊、哦？你这个。真的牙，这快咬折了吗？不是，你总不能死在里边吧？你能把牙咬，那白的也可以咬牙、啊。对，就是大家互相咬牙嘛。我记得这个黄白棋也是怎么咬这个牙，是断吗？还是我这个我还真有点记不清。咬这个牙，那白的这个地方一手技能活，我有没有可能？这我还是说我吃这个脚也行吧。这双方可做的这个转换，嗯。可能性太多了，我记得是有个什么断老牙还是什么东西，嗯，差不多，我估计，嗯，就是说黑的这个粘也是有，主要黑的断完之后，黑的下一位有可能就，就因为这个太损失太惨重了，这个、再出不了手了，这个再咬牙，这个再咬牙，再出手提劫，我觉得白的就粘这个都是劫了嘛。这个你是不是不能再消解了？哦，这大这个要死了，粘好像黑棋整体都不活了。哦，这个劫咬牙确实咬得够狠的，我当时看，反正黑棋觉得这个粘也不太行，粘也不太行了，嗯，也是困难一些，对，非常困难了。啊，就是这时候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觉得。就是，但这个粘可能也会还是有很多的变化。对，还是会继续打这个劫、我们反正还是有兴趣的棋友可以自己再摆一摆，再研究，因为这个要摆这个就天长地久了。嗯，这个我们回去可能也希望能够再看一看这个打劫会打成什么样，比较很有意思啊。实战的话，黑棋是提这个消劫了，消劫这样消劫。嗯，但是好像从后来的进程来看，这个地方。不管是黑棋是提这个小姐还是吃上面小姐，嗯，好像黑棋都是不够的，目数已经是怎么都不够了。但是局部来说，吃有可能稍微好一点，对对对，嗯，就说白棋多一个劫财，嗯，然后但是目数上是不管怎么下，嗯，黑棋应该都不行，啊、白棋冲过来，他可能看中着这一枚老劫，嗯，对，这枚劫可能与这边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边吃成什么样子也很难说。很伤脑筋啊、对，然后实战是冲这个吧，团这个，对，团这个，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嗯，团呢是为了就是让白棋局部就不活了，活不了了。白棋把这个子粘连上之后呢，就是要逼迫黑棋，进行一个在里面怎么、对，是白棋希望能够收点气，对，收气啊，占点便宜。黑棋是先吃的还是先冲的？先冲，先冲，白棋粘。嗯，对。可以吃这个，这个还是冲缓一下再吃的，再吃这个，嗯，白棋一粘，嗯，黑棋吃住，嗯，可以吃在这儿呢，就是基本上白棋就不太坚固了，对，先如果先吃一下，嗯嗯，如果白的把这个连环的话，黑的这个被黑棋吃了，白棋这两块棋无法跟黑棋这块棋杀棋，所以这时候其实这块棋白棋是已经阵亡了。嗯，吃一个，可以粘上。粘，嗯，啊，白棋是粘上，好像。先冲这边是吧？对，这个次数也就搞不清了。嗯，就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角双搏，现在给大家。它的粘上比蹲坑好。本身亏一目。啊。这个，但是它可能无所谓了。对，一会儿再。跟这个局面还有一点不同，这个地方。是后来粘的。对。然后是提团上来。白棋拐吧，先吃一个粘上，往一拐一夹。这个局部，将来白棋不走的话，黑的一接还是活棋。嗯。啊，白棋将来需要在这个地方打一下。就是黑的还有一目棋吗？对，如果黑棋接，黑棋有局部有一目棋，不是活棋、哦，也是活棋，双活加一目，再加一目。就是说，这样是没有目嘛？这样，如果白的不走的话，被黑棋怎么这样？中国规则，黑棋有一目。对，嗯。如果黑棋把你打掉的话，就是一目棋没了，你先手一目就要吃一个。但是白棋打呢，其实是冒一点点风险。哦、双先一目是啊、哦，对对，白棋打是冒一点风险。黑棋走这个的话呢，这个里面就双方没目了。对，白棋比刚才便宜一目，但是白棋冒的风险就是黑棋有接这个的可能性。嗯，这样白棋打一个劫，一提黑的一打是一个缓一气劫。啊、哦，对，缓一气劫。就是白棋将来这个打呢，第一
我们可能要看形势需不需要打这个。对，如果你有很多个没必要了，那就不扣这一幕去了。对，如果跟这个有关系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打，把这一幕争取打回去。这个局面下白棋是不怕打劫的，所以他后来还是把他打回去了。好，这个棋白棋先是粘的，做活。嗯，局部是利，好像是便宜一目棋，好像。对，但是有点跟这个有一点点脚上也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啊、嗯，也有可能他觉得总是赢了，总赢了，都有可能。他对、嗯。然后黑棋实战是，这在确实是棋，还有可能 C 在这儿呢。哦，不对 ，C 在这儿不是棋。看错了，在这儿打劫打来劲了，还要打劫，在这儿比个硬。我当时想这期是不是还能一般粘，等会儿先手、哦、看错了，嗯，啊，扑进去，然后白棋挡这个的，嗯，这白棋连这个都没有提啊，啊，这个提是很大的，相当大的一步棋，就如果提到的话，跟黑棋提，这本身上面是差个五目棋、嗯，五目棋。然后这个将来下面的官子还有关系，就是要被到处刮这个，这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逆收七目，但白棋觉得这个挡更稳，嗯，这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可能是他粘这个就是打这个的，嗯，如果立的话可能就不是打就是提的，有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嗯，但是挡一个确实大呀，确实也很大，这个挡太大太大这两个都挺吓人，这两个都是、啊、这个看上去更吓人是吧，是吧，这里面主要白棋脚上还有点味道，对，还点手段。粗看就至少感觉是，如果是黑的先拐了蹲掉，感觉就将近个逆势感觉。挡也是后手啊，那拐力的话也是后手，双方都是后手。啊，对，黑的拐了力，这里面再继续拐一拐，这里面还要再搞啊。这拐和长应该，哎，哦，拐长应该是先手吧，拐了长。就是说你我如果立在这儿，你这下一步应该也有个逆四逆五，这拐挡不住吗？就是说笑笑说然后黑棋将来拐完弯这个，如果白棋脱将黑棋再一拐，白棋还可能挡不住，对吧？挡的话呢，黑棋是点吗？我叫是不是更狠？叫冲才是吧，叫吃然后冲，嗯，啊，但是是打劫，你不会就不怕？就这里面好像还有一点棋、啊、不是有一点棋、哎、如果像这样可能有很大的棋，但是白棋是吃这个，吃这个他打完提掉，对，然后他粘上就是一个，还有个打劫，就是哦，那这个打劫这还得一拖，这个打劫就很要命了、这步棋就是非常大、非常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嗯、白棋现在呢就是这个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呢他选择了挡那个没有关系，嗯，这是什么情况？这次在掌上的啊，对，白棋把这个挡上，这没有，没有挡住。黑棋是提那个，对，把这提掉。嗯，黑的先没有提吗？先挡了这个，先挡这个，对，哦，对，先挡这个，跟白的这个交换一下，然后黑棋再提这个是吧？嗯。哦，对，白棋打吃，白棋打吃，白棋接上，白棋。爬了一个吧，没有啊，爬的这个，先爬这个。白棋一般先手，这个地方好像不爬有点问题吧？是啊，不爬就一般就，白的只能做活，再一点是不是有问题？嗯，之前那你说这个也挺大、啊，这边，因为这边白棋还要再多补一个，是都很大，双先，嗯，这也是双先，这是双先，对啊，对啊，我的天。两个天大的官子在那儿杵着，嗯，啊，对，难怪我就觉得好像这地方白棋被收这么惨。对。然后实战黑棋拐这个，对，白棋顶，白棋搬，白棋坐，白棋把这个吃掉。这个后手六目，后手六目也很大。嗯。啊，这不是后手六目。这个不走的话，死了快！这吃完，应该是先手五目，但是只有走这个，对，这是最后一关子了，对。然后白棋是先贴了一个，先爬，先爬，对。然后这段好像把白棋黑棋扣回去了一些。这个地方，爬的时候黑棋有三种硬法，挡、虎和接，好像都会有一点问题。对，本身其实只有接是没有棋的，最安全的一个。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看一下。好，因为这是接着先手嘛，对，所以白这有一个眼，就是可以先提一个，这是有眼的。黑的如果虎的话，白的可以先提一下，对，是吧？嗯，一起吃，好像一点就已经双活了吧？一点。黑的如果一挡，白的一大飞，嗯，这两块棋一人一个眼就双活了。黑的如果接，方老师是不是？方一靠，对，一靠是吧？嗯，一冲一挡，对，已经这样白棋搬进去做劫，黑棋打不过这个劫就会弃力了，就会双活。而这个劫，白棋超级无忧，这是绝对是无忧。而这劫白棋一粘，不仅双活，你不走就又死了黑棋。嗯，这虎不行，那如果挡的话会是什么样？好像也是点一个吧，也是先提一个，好像一点。我几平还是拖这个，拖好像就可以，拖，对，也是拖。因为白棋现在这子儿在这儿呢。哦，对对，有尖的先手，尖先手还是刚才那个有这个先手一拖有眼局部，啊，走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变化。白的，嗯，白棋就打吃一般，就打吃一般，打吃一般就可以了。嗯，打吃搬啊，都行，搬这个就可以了，都行都可以。黑的吃，你尖这个尖，又是又是打大尖，老套路，嗯，这大尖。所以这帮只能是站上，嗯，没办法。办法不对，然后这个已经打啊打掉了，应该是吧？一点现在就打了吧，然后一点，这个没交换，对，没有交换掉这个，白棋挡，白棋挡，白棋搬，粘，白棋往里一趴，这里面是什么情况？比较晕，还是比较晕。就是白棋黑棋是可以吃的吧，实战先把实战摆了吧，实战是走这个，白棋一拐，黑棋尖，白棋一爬，黑棋一吃，白棋还是死的，只不过这目数便宜了好几目，啊，这就等于这便宜了一目棋跟正常爬一个比啊，就是我单爬可以打，啊，然后再补回去，它这便宜了一目棋，便宜了一目棋，所以一目棋也很关键，对，确实很关键，尤其是在半目胜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黑棋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从这里拐过行不行？拐过，不显然是不行的，是吧？小小的什么眼神在看我？拐过白的应该可以搬是吧？搬完这都行，拖几都行，拖过了就，是拖过了对吧？几也行，都行，能过更好。对，胜负不在这里，嗯，就是要赢半目，嗯。黑棋如果吃这个会怎么样呢？吃这个的话，他很先煎一个吧。嗯，先阻度，对，然后再一粘，这好黑棋就已经倒下了，啊。黑棋等于自撞一气，然后现在是杀不赢脚上，我这个无奈啊，无奈，所以他只能是加回去，只能加回去。嗯，白棋吃的时候，好像如果黑棋真是胆子够壮，我可以留下，对，可以咬着牙拼上去，好像那这样的话，黑白棋是。C 柱打 C 柱打劫，黑的只能 C 柱打劫，先尖一个，对，把这个打劫打上去。啊，这样的话，嗯，黑棋就得扑进来了。黑的不扑，早晚也得扑。对，就是谁扑谁的问题了。嗯，反正这个劫都这个劫很吓人。缓一气劫，缓一气劫。那现在。但是主要是白这个，白这本身这一直没有提啊，看来是留着最后找接的，留着最后找接才用啊。嗯，这个哎，但是不是接，不是，我觉得这个这一枚就足够黑棋受的了吧？嗯，这个打吃他敢不硬吗？对，这一枚这一枚就直接就休息了。这个不一定是接，啊，这个绝对是接才，嗯，就吃一个绝对睡觉了。对，他这有一吃，还有那边啊，不行了，可能挖这个，挖不知道。我就这个我是肯定是接台，我知道，对对，那黑的现在是扑一个，扑一个我只好提，然后你提回来，白棋现在这个劫得留着对吧？对，留着关键时候用。那现在白的找哪个难了，这个劫行不行？现在这个劫应该可以吧？哇，这个劫没有理由不行。现在10、12、14、13、14、15、16，这个损的还是有限，这也不至于死那么多吧？嗯，好像应该可以，白棋应该可以。刚好有一只这个，嗯。然后黑棋之后就没解了吧？黑棋。对，因为提完之后马上面临着这这个一下就干爆了，这个太厉害。
就是说黑棋其实是很想反抗，对，但实在是有心无力，有心无力，差一点儿已经，差一点儿，这就是差的嘛，一点儿，很多时候就是差一点儿，就是这样的，对吧？对，等于现在白棋这个拐，白棋其实正常呢，就是正常说是爬粘，对，这样的话，这样黑的就做这个也可以做，这样差了一棋，对。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地方是十，其实如果白棋搬针到这个也没差，就是如果白的，譬如说是，哎不对，啊对对，走得好吗？直接挡了，直接挡我可以走这个，不是不是，直接挡你不是得爬吗？好、哦，然后我再，如果那个搬针呢是我的话，能搬针能是白棋的，还是一样，但是搬针是后手嘛，对，嗯，就是看最后那个有没有三目官子嘛。还有没有？哦，那是另外一个事儿。这里面反正比较微妙，白棋实战的下法就还是简单了。他既然不怕这打劫，那这个拐是最简单的。嗯嗯。然后跟子子拐了，黑棋吃。嗯。然后后面的官子就基本上下完了。嗯。然后白棋把这个打的这个、打这个，然后黑棋还故弄玄虚的粘上了一个。黑的本身可以先粘这个，对。对白棋也就当做没看见，就贴了。俩人都很有默契，贴住。这时候再粘你，嗯，对，好像是吃掉了吗？还是吃掉了，这下吃掉了，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是一个提掉。他会不会在怪的时机粘你？看这个，然后他把这个吃掉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嗯，然后中间是提了一个吧？对，提了。黑棋是冲这个是吧？冲掉了。对，对，然后黑棋是。搬粘粘这个他是啊，对，赢一个嘛，是他这个粘掉了，他这粘掉了，对，然后搬搬这个上一起搬，一起吃，嗯，这棋就强力的把这个撑住，这个时候黑的确实也撑得住，对，嗯，这白色如果打劫的话，黑的都是劫，这个时候黑的劫的还反而厉害，对，然后这下完了，最后这棋是黑棋盘面嘛。七母，还没七母，对，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不会说出一些很意外的数字。这个是在双方的计算之内。嗯，这个先几秒钟回回神儿是吧？需要回回神儿。这一盘棋下来，因为这盘棋真的是，就是范老师说太复杂了，变化太晕了，打着立刻后面这个转换不停的，立刻感觉饿。哎呀。这棋实在是挺刺激的，嗯，真是挺好玩的这盘棋。这个，好，我们还是都笑笑说说感受吧。看完这盘棋，看完感受就觉得他计算有点厉害，计算有点厉害，有点厉害。这个感觉从哪就是、开始算就算清了，就感觉根本就是想不了那么远。就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包括开局这一代就有很多。嗯，一些对杀的变化，他有可能实战没有下手感，对，但是其实他已经在他的计算中，在计算里，对，因为不计算，没有计算，他其实棋下就很困难，嗯，然后后面这一代的计算，对，然后这个打劫的计算，各种转换的计算，这里面不光包着计算，还有另外就是判断，对，他既要计算，然后结果还要进行判断，他是计算加判断，嗯，否则的话，一切都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对。嗯，方老师，我就是觉得晕啊，晕是吗？就是从最初摆这盘棋到后来一直找他一些变化图啊，他这些想法，这个是深受折磨。但是这个棋本身又觉得特别精彩，因为毕竟，如果是因为作为一个围棋爱好者，我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了，看到这个棋觉得很过瘾。嗯，因为到处都在进行对杀和转换，不确定因素很多，甚至到200手之后觉得。不明朗动依然很多，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电影，嗯，里边所不确定的因素可能出现的结局随时在变更，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才是可能也是电影比较希望突出的。我想这盘棋就这个概念一样。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之前樊老师说的，这个棋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上边这一代的战斗结束之后，白棋就处于一个稍稍领先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
之后从黑棋这步开始，秦霄也算是同时是对白棋施加压力的这步棋开始，双方后面的招法就是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嗯，就白棋并没有因为局面领先而下过一步，就是哪怕是一步棋，我们看上去算是还手，或者是感觉过于本分的招法，就白棋没有一个地方是退让的，对，都是帮上去。这黑棋一直是死死的追赶，白棋一直是就是顽强的反击，尤其是冲着冲，白棋居然让黑棋从这个地方冲出来，然后继续给你帮助，一点不脆。这一代双方的这个强硬的招法，就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是是是，白棋也是靠最后自己的强硬守住了这个微弱的领先。是是是，这个其实能够给我们平常下棋带来很多我觉得启发。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在优势时候人最容易就出现这种懈怠这种感觉，对，就是绝对不能觉得优势了，嗯，我就可以写，尤其是你很难将优势量化，嗯，优势就是你好两目棋是优势，嗯，你好二十目也优势，可是这两个优势你所能退让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对，而人在下棋时经常会把这个优势就直接放大啊，我优势了，等你还两步棋之后，你发现你这个优势已经变成很严重的劣势了，所以说不管棋好还是不好，该怎么下还是怎么下，不能有任何松懈的时候，嗯，我想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吧，下棋的时候，嗯嗯，现在的棋手我想大部分也都是奔这个概念去的，是因为就是上一盘棋十月在讲解之后也有这样的感慨，嗯，就是觉得双方的招法真的非常紧，对，就是不能松，尤其是那盘棋有一代黑棋的智姑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对他之后真的看完那个局部之后也是感慨，这个他觉得以后他下棋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棋我们觉得已经非常紧了，就是在职业棋手里面，他觉得跟这个阿老师相比，自己还应该有更多学习的地方，那更紧一点。就是围棋有句话叫做"赢棋不闹事儿"，嗯，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突出紧，那就有点。就是又不能炸我了是吧，因为我们的计算其实跟他还是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每步棋都需要计算在那当中，所以你如果不能包含计算，你紧起来你也紧不到哪去，是是是，对，就是你想做到太难了，就是我记得人说过有赢棋不闹事这个概念，嗯，可能这个赢棋不闹事并不代表我要退缩，嗯，赢棋不闹事指的更多的是就是我不去做一些无谓的战斗，或者不去做一些就是过分的战斗，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方向，是是是。那今天这盘棋我们的收获非常大，不知道爱好者有没有跟我们相同的感觉，至少希望大家能觉得看了一盘非常过瘾，嗯，啊，这个杀得比较来劲的棋，嗯嗯，好，那好，那感谢两位老师，感谢樊辉老师，感谢笑笑，嗯，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下一局再见，嗯。